看到这个拜登这次呢跟这个沙特阿拉伯的王储哦那么见面了，当然说不握手但是碰拳，请问有比较好吗？好、哦、留下了这一张照片。那此行呢当然这个路透社哦也有分析呢评论就说拜登是空手而回，而且两个目标都失败了，他想要推动增产石油，还有组成涵盖以色列在内的这个中东安全联盟，要做什么呢？要来对付伊朗的，看起来也是失败了。请教赖老师。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拜登到中东的这一次的访问目的、他已经把目标定出来了，他说要强化以色列跟沙特阿拉伯等这些联盟的关系，那也就是要巩固他们的联盟。对，那后来有了所谓的四方会谈啊，我们叫做这个中东的小北约，可是又不像啊，因为他也把印度也都拉进来，但是结果开完会以后呢啊，沙特阿拉伯说哎没有哦，或者是其他的阿拉伯国家说我没有跟印度我没有跟以色列签订这个所谓跟军事有关的哦，所以这个等于是罗生门了，也就是说你拜登讲了一回事，然后会开了一回事，但是与会人员说对不起啊，我们内容不是这些，是，那这个就很怪了，那就文字本要拿出来啊。那这样的一个情形其实大家很清楚知道，说苏利文他本身原来的目的是希望能够透过啊这个巩固沙特这些沙特阿拉伯的国家跟以色列的关系，来缓和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之间的问题，可是问题是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矛盾是来自于这个川普时代留下来的有关于首都迁到耶路撒冷的情况，还有美国的大使馆也把它东迁，这个就刺激了当地的穆斯林社会。那目前来看的话，拜登没有把这个引进解除，也就是说他并没有承诺说我今天要把大使馆迁回去，我也没有承诺说要不就是这样子交易，那就是让这个巴勒斯坦的这个政府能够进入东耶路撒冷成为他的首都，那也就是两个首都并在一起，对，然后两个国家同时承认，也没有要求，也没有促成说我美国我来承认你巴勒斯坦，也都没有，那只给一点钱，那你想这怎么可能说这样子就能够解决巴勒斯坦的问题？所以哈马斯的动作当然就更积极了，因为这个哈马斯本身认为说他的这个巴勒斯坦政府太软弱，所以人民对他的信任度不大，他要强化他的政治影响力，那他对于以色列 的这个挑衅就会更强烈，以色列一定会反击，所以我们已经看到拜登前脚一离开以色列马上进行轰炸，进行轰炸就主要是因为他被挑衅了，以色列的安全政策很明白，就是一定是以牙还牙，以言还言，而且呢是变本加厉还给你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这个部分就失败了。另外一个那当然就是有关于人权的问题嘛，因为拜登在之前标榜人权，结果呢跟王储这个一碰腾，那两个拳头一碰，那你想大家怎么解读？这碰拳没有比较好嘛？对，没有比较好。然后华油就直接骂了嘛，华油就直接说这个丢美国人的脸，然后受害者的未婚妻也非常的失望，是，那拜登也讲的一些语无伦次的话，就很明显的，也就是说在选举期间为了当选把人权拉得太高，然后又搞人权外交，然后在拉美的这个美洲峰会的时候又用人权的方法去攻击古巴、委内瑞拉等相关的国家，结果自己本身却为了现实的利益跟这个沙乌地阿拉伯的王储，然后他所称为刽子手的竟然可以碰拳头，而且还来谈有关于石油增产的问题，而且石油增产仍然没答应，所以从头至尾一个本来就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拜登这样一晚的时候，我觉得使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不增反减。那为什么这个中东国家其实在这一次呢对于拜登这次来到中东反应好像不如我们原先在预期了哈？这个美国都是很碰碰嘛，讲得很大声，那但是是不是因为这个其实中东国家现在是越来越重视中国的存在，中国的援助以及跟中国大陆共同发展经贸的合作，包括中国大陆会去跟这个沙特阿拉伯买油啊，买的量是不是越来越多啦，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提供像是电信啦以及军事方面的合作，怎么看这个美国能够提供中东什么东西啦，这个才是这核心问题嘛，比如说以阿的和平你没有方案，对不对？对。那第二个就是美国现在在推的是气候变迁的方案，那刚好要中东这些国家去死，不是吗？那美国自己也在生产页岩油啊，
那这些都压迫着中东国家急着要找出路嘛，这当然也包括沙特阿拉伯啦，是那个 MBS 就推出了愿景2030嘛，对不对？在红海要盖新城区嘛，那红海新城区谁能够帮最大的忙？现在就是中国嘛，这个包括电力建设，包括储能设备，华为跟这个山东电力公司都得标了，这个美国会不知道吗？所以我觉得就是你不能够站到人家的立场去想问题啦。比如说他就想说啊，气候变迁就是普世价值，很多国家不这样认为啊。你去看澳大利亚，是澳大利亚，你去推绿能看看，那你的煤炭怎么办？波兰怎么办？那更不要讲中东了嘛，中东就是靠石油在活的啊。所以我的意思说，第一个就是你要先站在沙特的经济转型来思考嘛。那第二个就是军事啊。是。那美国每次要卖军售给沙特阿拉伯国家，他第一个就想到以色列要同意。那阿拉伯就觉得很奇怪嘛，就是尤其是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那么有钱，跟阿联酋一样，两个国家都非常有钱啊。他们受到的威胁是伊朗，他的威胁不是以色列。那他想到的是我要防御伊朗可能的攻击啊，所以你要卖武器给我啊。那结果拜登考虑的是以色列要同意，这是什么逻辑啊？所以你看为什么到最后沙特阿拉伯导弹都是跟中国买嘛，1988年东风三美国还反对，你知道吗？因为以色列也反对啊。那事实上如果没有东风三，我觉得后续比如说伊拉克战争，事实上那个萨达姆现在为什么不敢进入沙特，跟这个是有关系的。就他知道沙特阿拉伯手上有36枚东风三嘛，是他可以直接瞄准巴格达。所以当时不敢轻举妄动，不敢进去啊。事实上你以为他只要打科威特啊，他就是要当波湾的老大嘛。那个时候伊拉克陆军很强嘛，那沙特阿拉伯怎么会是他的对手？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事后来看呢，就是真的你要救自己的命啊，那个救命的武器是谁卖给你的啦？那个就是朋友嘛，中国大陆。当然是啊，过去5年中国的翼龙彩虹无人机。你这个还讲到第二个项目，我还没讲到无人机啊，无人机，无人机。我跟你讲，沙特阿拉伯第一时间都是想到要跟美国卖。美国不卖嘛，他本来也要买 NQ9 啊，难不成也是以色列？因为他不缺钱。我跟你讲，那个翼龙事实上比 NQ9 要便宜啊。是。那他飞的高度大概是 NQ9 的一半啊，可是功能都可以用啊，因为他要了这样就够了啊。他第一时间也是要跟美国买 NQ9，那美国就说以色列反对啊，所以他还是不能卖嘛。啊，结果现在搞到现在，包括导弹，包括无人机。中国都要在沙特阿拉伯落地生产，所以你说这个是怎么弄出来的嘛？这个我觉得美国人没有反省的能力啦，所以你跟他谈这个也没用啊，他就是一步错就一直错下去了。因为今天这个局面，你沙特阿拉伯一定不会觉得是他不对嘛，是你都不帮我嘛，那我要救自己吧，对，所以我就一定要想办法去买武器嘛，就是这样。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喽，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作用之后，就会还原成水，不会残留，也不会污染。如果家中呢有银发族、有儿童、有孕妇都适用。如果您想购买的话，当然会在快点购购买才是最划算的。